不想在香港的博物馆还是艺术馆哪里，我也想出去其他地方看一下，所以我就选这里了。然后你呢？哦，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我之前去年有来过，然后我后来是有看一下网站上面，我觉得那个档案馆的那个关于义工跟工读生的一整个培训看起来是蛮完整，而且有对有完整感觉，所以想过来看一下。因为我以前在另外博物馆，其实在做另外范畴事情，所以还想做有新的经验。我很喜欢你们的义工那一边的工作是挺好。对，其实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是游客，因为我还没来这一边工作，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建筑物，因为很有历史的历史价值吗？对啊，是那种历史感。对，历史感，对，真的是我好喜欢那些红色的那些装，所以很漂亮。然后我们就来这里工作的话，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对非常好。你看这里有阳光，非常好。哦，我第一次来是去年，然后。其实感觉蛮好的，因为一般就是你把当代艺术跟一个历史建筑物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新博物馆的时候，它其实有另外一种反差跟对比的感觉，所以那感觉是蛮不错的。所以其实当代馆是要来啦。对啊，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里嘛，所有的人啊，他们都很悠闲，是吗？很 nice， 很 nice。我的国语不好，我在想，这个想一想，怎么想？我应该比较有努力，因为我在发展组，所以我都是帮他们处理一些文书的工作，还有就是一些刚过去的展览的那些统计的报告，我都有把他们对啊整理起来，然后就是那一些 poster 海报寄给过来一些。我这一次主要是在教艺术，然后因为其实教育在现在无论是小型的博物馆还是美术馆，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因为他们是有要把艺术或者是其他或者历史什么也好推广去给一个民众去学习的部分。那现在因为媒体很多，可以教育的部分，那就比较跟就渠道会更多，譬如说你可以从网站或者是一些出版物之类的。但是要在弄这个之前，其实你还是要先做资料收集，梳理资料收集，然后才能把那个工作给完成。所以我最主要是在做很多资料收集的跟补完的工作，然后还有之前有亲身去展场去看过展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观察民众参观经验的一个尽力吧。我好喜欢这里的工作的那一些他们全都很有交代，就是很有拼劲，然后很有责任感。对，对，很有责任感。对，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要负责什么东西，然后他们都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它，所以非常好。也，还有就是，
嗯，太多了吧？我现在想一想，跟你先说一下。嗯，因为我没有，就是我之前来之前没有想过是，他们其实人力不多，然后，但是大家还是很有创意跟很有。很有心思去把每一个事情给完成，那其实那个是也很感动，因为有时候就当资源不够的时候，然后你还把事情弄得很好，那个是很厉害，而且是很棒的事情，所以真的管要加油哦。嗯，好。就是啊，希望当代馆的展览是越来越好嘛，还是更多的年轻人，还有就是，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当代艺术，然后就是能够，希望他们可以冲出台湾嘛，也可以啊，对啊。但是希望里面人越来越有趣，然后所以展览也会越来越有趣吧。就最简单的称呼就是越来越好，对不对？对，就是我就想的英文就是keeps on inspiring all the people. That's great. Yeah. 播送就是 good luck 的意思，所以就加油咯。